五千年前的桃素人面若有所思，这是来自于古蜀先人的微表情。史籍浩瀚如烟，但是有关于古蜀的记述却寥若晨星。古籍中记载的五代古蜀王和古蜀先民在这片大地上是如何存在的？如今抽丝剥茧的考古探微，终于使古蜀国的轮廓愈见清晰。当我们得以窥见古蜀文明的文物实证时，更多的疑问涌上了心头。古蜀先民来自何方？古蜀文明源自哪里呢？据《华阳国志》记载，蜀先称王，由蜀侯蚕丛、其穆纵始称王。其穆纵的描述让人不禁联想起三星堆著名的青铜纵目面具，因此第一代蜀王蚕丛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想象。写下不朽名篇《蜀道难》的唐代诗人李白也曾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人们想象中的古蜀大地是一个人神与共的洪荒世界，蜀王蚕丛的痕迹是否已经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这是四川师范大学的龚伟一直想要寻找的答案。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都说这个蚕丛氏啊，始居名山石室中啊，他就指定了蚕丛氏所生活的区域就叫名山啊，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一片核心区域。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叠溪镇，相传蚕丛始居的名山石室就位于它周围的连绵群山中，蚕丛部族在此兴起，死后也归葬于此。玉雷洞、野鹤山、大明嘉靖啊，那是明代的石刻。这是叠溪镇所存留的历史记忆，清代的蚕陵重镇石刻。从汉代直至清咸丰年间，这座连通远古与现代的古镇曾以蚕陵重镇闻名，而这个蚕字究竟与蚕丛有着怎样的关联呢？除了和这个蚕陵之名之外啊，它这还有很多其他与蚕字相关的其他地名，比如说蚕崖关啊、蚕崖山，就是他们能够获得和蚕字相关的地名，应该都是和蚕丛氏的迁徙有关系。在叠溪镇南部有着一个生活着1300多人的村庄蚕丛村，这个以蚕丛命名的村庄引发了龚伟极大的兴趣。这里生活的人们与蚕丛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哎，老乡们好。蚕丛古代就是这个蚕丛工地就走这出去的啊，他的祖先就是在这儿。哎，大娘。哦，那朱大爷，你好，你好，你好。哎，我们依据这个蚕丛山的这个文献啊来命名的，因为我这个蚕丛山从底下那个山头到这儿，都全部属于蚕丛山。在我们老一辈的口口相传的，说的是我们的蚕丛王，他的长相就是，是千里眼嘛，他的眼睛和耳朵他能通神，他是一个很威武的一个。我们始终是蚕丛山人。蚕丛的蚕丛山人，我们的祖先就是以养蚕。
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他们的历史因为没有文字，只能依靠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因为这个年代久远，文献失载，它只能保存在很多我们这种地方文化这种传承中。关于第一代蜀王的传说已无从考证，但在叠溪镇以南60公里一处名叫银盘山的台地，2000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目前为止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大型中心聚落银盘山遗址。站在三面环江的银盘山俯瞰，这里比今天的岷江河谷高出约160米，面积近15万平方米，既远离水患威胁，又便于渔猎生产，显然是远古先民繁衍栖息的理想之所。陈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他对古蜀文明起源的认知就始于2000年在银盘山遗址的考古调查。从2000年到2006年，我们在银盘山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发现了6座房屋遗迹、9座人迹坑、3座陶窑，出土了数千件陶器、石器以及骨器等等。这些丰富的遗迹遗物现象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古蜀先民5000年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银盘山遗址有着丰富的文物遗存，直到今天，陈建依然能够在遗址区域发现一个个惊喜。细线纹，这个内壁你看加工制作的时候那个手指的痕迹都很清楚。烧土坡的哦，陶片，火候很高了，哎，好像有彩，哎，彩陶，你看这个很清楚，很漂亮的，你看那个线条。在所有出土遗存里，最让他惊喜的，就是这件像极了艺术品的陶塑人面像。陶塑人面像出土的时候并泥土包裹着，我们对它进行了清洗，在清洗的过程中发现人面的造型越来越清楚，我们非常惊喜，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日常用器，而是一件5000年前的陶塑艺术珍品。这件小巧精致的陶塑人面像，泥质灰陶，双眼凹陷，鼻梁高挺，双唇紧抿，对望与凝视，在穿越时空的无声对话中，陈建意识到他会不会就是古蜀先民的模样。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对古蜀先民形象的一个写真，非常简练，但是呢整个表情很生动，造型很传神。这也是我们四川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陶塑艺术品。我们仔细观察这件陶塑人面像，发现它与甘肃省秦安县大定湾遗址出土的那件非常有名的小口尖底瓶的这个造型非常相似。这两地相距几百公里，为什么出现了如此相似的在5000年前的这种陶塑艺术品，背后又蕴含了哪些文化和历史的底蕴呢？这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更大的发现来自于营盘山遗址的九座人迹坑。陈建希望通过这些人骨揭开古蜀人的神秘面纱。这九座人迹坑也是探讨我们古蜀先民的体质人类学特征最直接的最实证的材料。当年陈建只能用传统的方式根据保存相对完好的颅骨像拼图一样复原古蜀先民的容貌。进行了非常精细的测量，对这个人头骨的面部表情以及它的特征进行了一个具体的实物化的一个复原，颧骨比较突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古西北人种的特征。想通过考古实证溯源古蜀先民从何而来的不只有陈建。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副教授袁海滨是研究古人类遗骸的专家，他通过碳同位素技术分析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牙齿，从中了解古蜀先民的食物来源。我们对牙齿呢进行序列采样，然后再进行这个年龄段的稳定同位素的分析。我们认为那么碳四类的植物在他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更重。那么碳四类明显的指向北方汉座的这个宿主。约5000年前，营盘山先民们的主食主要是北方汉座农业系统中的粟黍。这种饮食习惯与西北甘肃、青海等地马家窑文化出土的食物遗存高度趋同。那么，营盘山先民究竟与甘肃、青海等地区的人们存在怎样的联系呢？最大的这个宽度。袁海滨对营盘山遗址中骸骨的人种鉴定成为营盘山先民从何而来的重要证据。我们就根据这个颅高还有颅长然后去判断它的这个颅骨的形态。对，这边三手我们就根据这种测量的数值然后构建它的形态，跟这个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古东北类型、古西北类型这几个大的类型去比较，发现它跟古西北类型这些人是最为相似的。无独有偶，陈建从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大量彩陶碎片中也发现了这里与马家窑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家窑文化以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而得名，是距今5000多年前从黄河中游地区向西传播，在甘肃、青海等地发展成熟的彩陶文化。这是营盘山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罐，它实际上有两个耳朵，表面装饰的纹饰呢是分布于青海、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非常常见的锤杖纹，就是像我们锤下来的纹杖的这个底部的这种造型。在营盘山遗址出土了非常典型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彩陶纹饰，这表明的话在距今5000年前两地的文化交流和人群的迁徙的话是非常密切的。
面目相近的桃树人像，风格类同的彩绘花纹，基本一致的主食作物，相似的人种鉴定，一系列考古实证使我们找到了古蜀先民的来路。那么这些文化的面貌啊，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呢，它可能是属于马家窑文化，那么就说明这个区域的文化它是和甘青地区的文化它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距今5000多年前，从西北甘肃青海等地南迁到岷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先民，在今天四川茂县营盘山与当地原住民一道，创造了内涵丰富的营盘山文化。古蜀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在这里点亮了苍茫群山，先民们以粟黍为主食，用彩陶和细泥红陶器储藏食物，以穿孔石刀耕作土壤，用琢磨石器捕捞狩猎。营盘山文化为探索古蜀文明的起源、史前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实物证据。应该说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陶器的制作技术，那当然对当地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推进作用。先进的农业技术那会促使人口的增加，然后呢，陶器的制作技术也使他们的这个手工业的工艺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在大约4600年前，营盘山遗址却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化。这里被古蜀先民废弃，他们突然间离开生活了几百年的家园。今天的学者在另辟蹊径寻找答案。位于重庆市东南的金佛洞是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杨勋林和学生们经常到访的地方。在洞中，他们要收集一项特殊的材料，散落在地上的石笋。石笋，研究古代气候变化最可靠的材料之一，它隐藏着丰富的信息。通过技术手段解码石笋，研究人员可以从气候变化的角度解读营盘山遗址的衰落原因。他把外界的这个降水、温度等信息都存积在石笋里面，我们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把这个信息呢再提取出来。啊，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重建了这过去65万年以来的外界的气候环境的信息。啊，特别是最近10000年的气候环境的变化。这是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下的石笋结构。这些纹层如巨树年轮般一年一层，纹层的宽窄则与当地降水及温度变化等气候因素息息相关。杨勋林对川渝地区的石笋氧同位素比值进行了测试，研究分析出西南地区在距今6000至4000年前的气候变化特征。第一点就是季风和降水在减弱，第二点就是气候不稳定，存在着一系列的气候突发事件。这些事件呢对文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距今6000至4000年前，全球气候发生巨变，转向湿冷和干旱。正是这次席卷北半球的气温骤降，
使高耸的营盘山不再适宜人类居住，先民们不得不离开川西高原，另寻他处。常言道故土难离，但是古蜀先民又不能不离开已经不再适合居住的营盘山，他们下山后就会看到广阔的成都平原。然而5000年前的成都平原丛林密布，湖沼遍野，并不适合人类的居住，那么古蜀先民究竟会迁往何方呢？在成都平原西北，有一座傍依龙门山脉蓦然静处的悠悠古城石方。在石方市博物馆内陈设着一件袈裟红陶质地的池口深腹陶罐，但就是这件看似平凡无奇的陶罐，却成为考古工作者了解营盘山先民去往何处的关键证据。他发现的时候，整个呢就是这么完整的半个就清的时候就露出来了，然后我们看到了之后就特别的激动，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发现的都是小块小块小块的，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件池口深腹陶罐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全部都是有绳纹的，这个绳纹它布满整个器身，可以看到营盘山其实也是这样的，也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器型。这件陶罐出土于四川石方桂园桥遗址。那边就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些房子就是当时你们在那儿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就是挖掘的地方。尽管已过去十多个春秋，但作为当年发掘现场的亲历者，万娇和杨建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令人激动的考古瞬间。经过碳十四测年，桂园桥遗址是成都平原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为探寻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发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桂园桥遗址中，考古人员在一个口径4米多宽的灰坑中发掘出池口深腹陶罐、陶尖底瓶等多个文物，使桂园桥遗址与营盘山遗址产生了关联。是因为我们还有别的器物，然后用这一组器物才最终敲定了我们的那个营盘山遗址，然后敲定了这个我们最早可能说进入成都平原的这些人来自于我们的岷江上游河谷。即便如此，营盘山与桂园桥间依然横亘着壮丽秀美的龙门山脉。那么古蜀先民又是如何从营盘山迁徙来到桂园桥的呢？考古专家们有两种推测，一是从营盘山沿岷江河谷迁徙到达成都平原的都江堰，二是直接翻越龙门山脉，由此到达今天桂园桥遗址的范围。直接翻越龙门山的险路，万娇和团队曾用8天的时间进行了体验与探索。他们从茂县出发，徒步翻越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最后顺利抵达成都平原。
像我没有特别的锻炼，然后体质也一般，我们能够做到。那对于那个时代在野外活跃的这些早期的古人来说，应该是比我们要容易得多的事情。今天龙门山脉的深处依旧保持着千年未变的原始风貌，这里与桂圆桥先民的生活环境非常接近，文明的脉动也仿佛从未停歇，而这也正是万娇用心穿越时空的地方。对于营盘山人或者当时岷江上游河谷的人来说，当他们穿越龙门山脉走向成都平原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不了解成都平原的。就在这种情况下，一年一年的活下去，人慢慢的多起来，地也越开越多，就这样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推进了人类开发成都平原的历史。他们是迈出了很关键也很可贵的一步。桂圆桥遗址发现以后啊，使我们更清楚的这个找到一条线索，那就是这个成都平原早期的这个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可能和岷江上游或者说更远的西北地区的文化有关联。今天的成都还是两山加一平原的地理格局，不同的是，曾经的蛮荒之地如今已成为超过21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都市。成都平原经过由古湖沼到冲积平原的自然演变，以及古蜀先民的拓荒垦殖，才奠定了后来农耕沃野的根基。古蜀文明在这里开启了新的旅程。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与川西高原的本地的原住民，在一次次迁徙中融合，共同创造了早期的古蜀文明。今天，在这里回溯历史，我们发现，这场筚路蓝缕的迁徙征途中，无论先民们来自哪里，动机如何，当他们在成都平原不期而遇的时候，最终都放下了敌对与戒备，走向互助与合作。初来乍到，在这片广袤的平原上，或许先民们没有想到，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在威胁着所有人的生存。